李贝结婚后生下两个可爱儿子，经常会在网上分享家庭生活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日前刚好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蔡阿嘎也趁着这个日子送老婆一颗新的名牌包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，那颗包包是知名精品、经典的编织包款，售价大约要46000元。而他也透露会买这颗包，是因为老婆最近爱上露营，所以才选了这款适合外出、容量又超大的包包，可说是超级贴心。而照片中李贝收到礼物后，也直接笑到合不拢嘴，感觉十分满意。网友看了纷纷大赞这老公实在太会了，但有男性粉丝笑说：“嘎哥，你这样搞，我们其他人夫压力好大。”